跟你我跟对半开，你常咧切来切去，真费事啊！脏东西，这个一点点，中间就是有一点点脏的东西啦，这个不可以吃的，讲真的啦，这个条安尼俩，都安尼俩。爱杀鬼不？爱杀鬼，伊安尼杀。我跟你讲哦、喔，这个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有人要杀，有人无杀、啊，这个都没关系啦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了解，谢谢啊。别，小你问飞机的。一部飞机200块。够人来，够人来，你考虑坐，我咧看时间，我讲话足精准，还等偌济人？小你问讲话咧，这一包卖50，源头起价我无起价来，买3包送一包，300块，一包送你400块啦。啊，要食讲话咧，这400块，新鲜的讲话，啥物啊？好啦，无要紧啦，我搁问一下啦。你是海外鸡还是鳖？来只百五，你等我一下，老大。来只过来，左边来。你4包讲完，搁百五，4包够人来，无人来话声。一半留意，我问一下来，一半什么来？这是饲的，后边野生的。这是饲的，后边野生的。你敢要信？后边较俗。你绝对无啥物事，我无需要甲你骗。我，搁一百。来。这搁一百。一半留意，搁一百好不好？够有人来。够人来，上过来。哦，你两手捧落，插落去，刚内底。只蛤蟆我卖一个，你要乌鱼换乌鱼。只蛤蟆我卖一个，你要乌鱼换乌鱼。哦，这几只白鲳我是要不钓了。这几只白鲳我招一个人，这刀鲳啊，这现捞啊，我跟你讲这几只尔。小姐，我跟你讲个实在，我跟你讲这个无啥物好唔好尔，我跟你讲三只较俗，你我买来本钱较贵。只买白鲳哦，即现捞啊，即无冷冻过。我招一个人去，即两只会使，我卖80块大只。即刀鲳哦，白鲳哦。三个点。我招一个人去，200块装来。海龙王跟海狮子有这三个点。你是要甲谁讲？我实在是哦，我咧卖了烧烧，拢造成大家困扰，拢袂响，大家拢在个想。无我捧手啊，最后搁一句，即盘白鲳200无？敢那白鲳200无？一句。啥物啊？啊，你买那个找看嘛，即只捞啊。这刀鲳啊，这只捞啊，这不是你公孙笑来，我过来。带偌济哦？这两包我问一届。啊，过来海乌龟啊哟，来做一届啦。这两包蚵仔最后来啦，小朋友带偌济啦？这蚵仔最后一个人提来，蚵仔你注意听哦，一包蚵仔哦，100块。有人来发声？一包蚵仔搁100块啦。要吃蚵仔搁一届来。问个股不要问我意见，我不会给意见。因为个股找我问意见的话，阿姐不小心一泻千里，这样会要怪谁？哎，谢谢，靠腰啦，我连袂卖你，恁老师嘞，搁一包。我是来就卖你呢，我是来卖你呢。
三年无看到啊，四条都对，搁一百蚵仔无？阿莲姐，互你。像拄只咧问海五龟啊？大哥，海五龟啊？啊，阿你再搞我，搞到迄个大鱼，迄个大鱼啊！好，好。即摆海五龟换下来，即叫做海五龟啊。阿莲，你看阿拄咯，拄咯，拄咧头前，谢谢。这一只卖六十卖七十，这规只肥肥肥，大部分内拢透早拢活的，四卖做四年，200块。这200，有人来发声？所以个股不要。够人来，够人来。不要问我，我不会回答。我搁问一届，这海五龟啊，都用吹用钱的做。透早一只七十的呢。来来来，好啦，好。还搁200，无要紧啦，有较上无够完好啦，再搁200无？我两位卖你呢。再个200收掉，也无人哎，来我咧只海虎，咱到咧迄贵啊！我建议，我即摆搁甲你问一两下啊，来点菜点酱了，晓得了。我搁甲你，我即摆你若想要食三年，运气好的话，一天的获利是多少？三四百。我分蛤蟆尔，只蛤蟆先我介绍一下无？只蛤蟆换啊，你等下吼，把猪等下甲炒只蛤蟆吼，你放咧你大冰箱，放咧三工四工，放咧一礼拜，莫讲一礼拜啦，去四五工无问题啦，100，我换一届就好啦吼。一半阿妈消费金半啦，不落就本钱就无够啊啦。我少济啦，哇，一百什么啊？来倒钱，阿要食阿妈过来。这阿妈我甲你讲，哇，有人会下，有人未下啦。啊，所以不要开玩笑，菜市买的你啥钱认真以为啦？哇，这阿妈搁100无？哇，阿妈啦，一半阿妈搁100，够人爱。哇，阿妈100，一个。阿妈100第二个收钱来，无人爱，真正无人收啦。我讲讲无客气啦，还要写进来啦。这黑人哦，黑人菜市咧请黑人，你要不？黑人咧菜市咧请300啦，买200块啦，来200，啊这黑人大粒的来，来200，来倒过来，来，好你来。这包黑人我都问一届啦，这黑人哦，三斤得无一斤啦，三斤虾得无一斤黑人啦，来200，这黑人我200，来200，啥物啊？来200一句，超过一斤重的黑人200，来要买一个啦，无法度啊啦，无买我甲你讲，别搭嘛无这个计数啦，这黑人搁200块好无？那偌艰苦啦，真艰苦卖啦，要贵啦，无一个百块，我是要卖啥？来点酱啦，这位，可以啊，要可以来啦。这只乌鱼啊，下仔不抬，一只卖130-150咧卖啦。我无甲你讲算笑啦，今年乌鱼我卖第二届啦，昨日迄天礼拜卖第一遍啦。我招先招三个人去啦，春节也无啊啦，阿摆讲算笑啦。这是一载出来是要乌白白，加只白白条尔啦。今仔日快乐的星期二啦，拜二啦，今仔拜二啦，我招三个人去啦。这一只乌鱼啊，差不多啊，两斤重啊，两斤哦，这两只乌鱼差不多。啊，凊彩才少你啊啦，凊彩啦，不要紧啦，来来，莫啰嗦啦，我甲你讲，我招三个人去啦，第四个拜啦，无咩做做煞，伊也袂着，莫讲莫啰嗦啦，注意听哦，后讲一句对啦吼，两只头四斤啦，莫讲300，莫讲200啦，200，最后一句啦，后壁听尾声啦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啦，我最后甲你讲过啦，莫200，一句对，105，这只乌鱼的啦，两尾讲105啦，这两尾乌鱼讲105啦。哦，伊当个较煮酸啦，啊无台啊，无台啦，这个真啊无台啦，歪势啦，要台要台无啦，这个无台啦，我百号无到本钱啦，要台只30啦，一盘个百号，哦伊，这两百号伊个105无，一个，谢谢啦，来我甲你问一下，在场的这物件这侪啦，你要做啥弄做？这地鸟仔两个腿牌啦。如果卖了足好个啦，有人啊，即个来买一箱啦，有人即个买一箱啦，鸟仔两个鸡腿排鸡腿个哦，这哦咸汁甲你洗好啊，你当个哦用这个啦，用钱个啦，你放咧微波炉，放咧烤箱，放咧清水锅。有啊，我睇好个，啊不错啊。潘总太远了啦，没办法帮他。200多只，这两地来啦。这四地来啦，这鸡腿的啦，鸡腿排啦，来哦。要脱光光，那就得开另外一种频道。这十地啦，这八地啦，这十地啦，这外口咧卖生鱼的啦，无买无怎好食，12、13、200啦。来，鸟仔两个腿排啦，这地鸡腿的，这全部拢鸡腿的啦，全部拢鸡腿排，拢无骨头的啦。
四地、六地、八地、十地，才两百块，有人买过无？来两百，来倒平两个啦。买过上好啦，买袂过，唔捌买过，甲你高价一包，过你嘛买袂落去。四地、六地、八地、十地、十三地，来两百块。鸡腿排、鸡腿的啦，这四地来。这六地、八地、十地、十三地，来两百块。鸡腿排，来两百。鸡腿的、鸡腿的排，有人来无？我最后问一个，唔捌食过，想要买的人客无？买一百六地，六个一排。阿芳走，无人我收掉，我勉强，勉强无用好啦。我最后剩一两摊，有诶无我先卖掉啦。这里毛五百啊，这两百五百啊，抓到甲家去变啊，我无用啊变啦，直接赚七十八十个啦。啊，你五百五百伊啦，两百一百啥物来？无台，九十着，无台就歹势啊！我讲无台就无台，这两百九十啥物来？再变一个，这两百五百五百搁九十啥物来？该台，无用通台，无倒台，要台百二嘞，该台九十啥物来？靠腰改台啦！啊，上去听小姐讲，小姐讲免台，我讲等下等你洗衫去胖胖就好啊。你给你台台进来好无啦？无台是要台哦，你要台哦，要台哦，来拜拜好无？来拜。你再袂拜三日啦，无啦，无买无买就会输啦。我再问一次，这两百五百啊，台台九十八台百，这也无法帮走。我咧看时间有无，无可以来收掉。来帮走，来我常常甲你问一两项啊，请问一恁在场只先生小姐要食啥？点无？鱿鱼。鱿鱼哦，我甲你讲哦，恁要食啥，甲点我先备。你来看，看起来看，一百块，再一百什么啊？来我，什么啊？来头前一个，过一届了，哎，无法收掉。我甲你讲，面头真济。我物件有真多，我可能等下，你若感觉咧小贵，小贵徛咧看到来一百，还要免一个，啊，你又搁加过来，啊，你又搁加一百出来，你又搁加一百出来。来，这最后搁一届来做看者哦，最后搁一届哦，这一礼拜内才卖这侪工着，这鱼也是恁下本钱咧卖尔，载出来，今仔日快乐的星期二，载出来买载回，一百条鱼来，搁一百块，钱哥啊，钱哥好走啦，钱哥。够一包好无？一个，一个，我六百块啰嗦啦，我还上班，甲你啰嗦啦。你若袂到这个，啊无我就通走啊啦。等我二日通走，你要干阿变啊？等半点钟以上啦。不是我买袂离啦，实在这袂只俗着，这一盘加二三十块，电动容器啦，一百块，袂恁大家做一遍，卖今日袂离咱唔离啦。这真正袂做一遍啦，哦，开药实实在在啦，外口有咧卖啦，物大你了解者啦，来一包，这盘又够一包，一个，来说说，安尼啦，最后一句啦，啊啰嗦啦。一盘都做一个人客啦，来百五，一、两、三，一盘百五第三句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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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收啊，啥物来？啊，百五啦，好啊，好啊，是阁无啊？啊，阁好个哦，乖啊，乖啊，乖，小等一下啦，你卖这鱿鱼无出团啊？我把你往前带，来啦。一包啊，五百路啦，这汤头真赞，肉真大块啦，我讲你等下啉这个汤就过单啦。我甲你介绍一下啦，这牛肉、牛肉肉啦，伊肉大块啦，啊，你等下哦。掺一撮高丽菜啦，掺一撮金针菇啦，我来掺两粒吧。啊，若无你甲撒只大面啦，煮一些面条，放进去就变成牛肉面啦，牛肉面啦，两百。就有人一届甲买六包，买六百嘞，我招一人去啦，两百。礼拜四啊，人买八百，买六百咧卖啦，气死人啊，几点啊？啊，煮一撮面啦，注意听哦，有人捌食过无？相信我一遍，最后一句，一包好无？还倒平一个啦，你一包一百块无啥介绍的啦，恁敢要搁人来？啊，就无来帮手啊，一包一包无，牛肉卤汤头真赞，牛肉骨。我搁问一下，啊，无我就收掉啦。我搁问一下，啊，咱无咧跟你讲啥笑来？一包一包，牛肉卤。有羊肉的吗？爽。羊肉吗？干锅干锅羊肉。没有。无爱拍摄嘞，还头前个包伊，小姐没有没有羊肉了嘞，我搁买嘞。卖完了，卖完了，卖完了。有牛肉尔，这嘛无羊肉哎，这海鲜跟那迄个双宝都无。
拢无啊，拢无啊，歹势哩，不好意思，小姐，你若要养老啊，哎，下一次啊，我存这俩歹势吼，来来来来，夹柜夹柜，几名来夹柜坐起来，多一间，多一间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来来，搁一包无，我最后搁无一袋，我最后搁无一袋，一包搁一包，一句两句来收表，来来，你赶时间来，我跟你讲，互你点钱，先点钱先讲来，要食啥，多一间了。啊、我这箱买一个换乌一间，我讲的算话，若无这箱，我先甲放走。注意听，这地叫做雪梨，这一间雪梨外口咧卖上盖无爱三百，因为这地有雪梨拢无半多空的。这地雪梨一般餐厅铁板烧咧用的，这地若讲阮彰化吼，我唔知恁遮南投有无？阮彰化咧整迄个大埔铁板烧的雪梨啦，叫做百里。目前我会记这地雪梨，这地铁板烧的雪梨，这个一地差不多要百四五块银，比两百块。算了吼，这算了哦，这算了哦，这两地啦，这四地啦，我开开也无开第二个啦，我讲讲即摆吼，买两百吼，五地六地拢无空的哦，这地来去做做，咱干咱计即个算了，你拢卖计便当，干咱计即个算了要四十块银啦，是七地八地九地啦，两百，算了，这卖八地，你卖这完全拢无倒的哦，两地，这四地来。七六地来，七七地八地来，七十地一地二十块的雪梨，来无空的哦。来，我要食雪梨，搁一届我先讲一下无啊。哦，拜托谢来，来袂较紧的，我咧等你买无着，我搁在咧骂。哦，来甲你讲无就无啊。两百块吼，一包搁两百，啥物啊？来倒过来，来倒过来，来头前两百，小弟再从八十。八十，好吧，八十来。无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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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啦，伊先看机的。可以啦，歹势咧，伊先花钱，伊先花钱，歹势歹势，这把车伤大只，你坐哦，来来来来，我甲你不调啦，你最看你看遐个性啦，我甲你看这个死人性啦，讲到歹听，足侪人伫网络甲批评，到底死人性啦，开就是开一句啦，歹开甲歹开甲侪啦，来来来，这先来啦，一盘一盘最后一个人过来，叫少一个人过了，啥物啊？一定叫多利来，一盘最后一个人过，卖讲偌济钱来，叫少一个人过了，一个人过来少了，啊，这款人无五十秒。才一百，无啊，一千只手，一千只手的啦。没有，这款也无头啊。无啊，迄种无啊。七块鱼啊，来只把这个蛋啊做一届，我个目标啦吼。你看这迄鱼啊，在上无要在上去的，咱炸这个鱼啊是炸这个一级货啦。规桌顶的鱼啊，你若看一眼，感觉这鱼啊无鲜就对啦。今日看到卖卖无要紧啦。国庆，你去脸书，这包是回鸡啦，回鸡的吧，这叫做回鸡吧啦，这规包等于干那包俩，你收我一包啊，够大条啊，这规袋回鸡吧，一包一袋啊，甲切到两袋三袋啦，一包回鸡啊，八十块到十块一百块银啦，安尼啦，我物件无济啦，我招这三四个人去啦，我甲招掉啦，这两包卖我百五啦，我收济袂完啦，我招济人去啦。来啦，咱卖啰嗦啦，大家你看时间，你知我会成啦。买做多少拢无多少啦，三百互你哦，一百块。来倒平啦，来过来换好一间啦，来倒平，来三包一百，啥物啊？啊，这三包飞机吧，一百，规地干那肉来弄，炒好食，来倒平，左边来，过来换好一间啦，过来换好一间啦，这三包一百，啊，卖你咩来哦？来，来，贵啦，但我咧大市啊。换一间啦 ，OK OK 啦，小美你走。志明，你只用药好啊？好，你啊，你来这里倒三下。五斤重的鸡块，官方还搁有无？无啊，无啊，吓。哥，你菜变啦，我跟你讲啦，专家，你帮我看。我一边官方的，一边老老一边官方的，一边啦。官方的啊，官方的拜我啊，这边。好，拜啦。嗯，好。嘿嘿。我跟专家来哦。我跟专家来，我变啦。来啥？我这个有啊。好呀，这个有啊。来啦，啊！你这我先甲处理掉，我先问一下哦，等一下啦，别甲吵。我甲你后壁有啊。啊！你慢，你老师我当作无啊，啊！你无到位气死人哦。你总来一个人去啦，谢谢啦，我无用个忙，一个人去了哦。今仔只总来，明日无就收掉哦，一百二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这啦。一个这大哥有咧看啦，就无咧看，可以进来。你话咩来？你话咩来啊？我知我足济啦，啊！你讲都无啥物，平日听无啊，走过来啦。股票会有买不到的，我掉到了，除非涨停锁死。我百里有人啊，加百里。这鱼啊，看到一股好啊，一股两股啦，这等下甲做拢做出来啦。来，这乌鱼进来，后边搁乌鱼进无？你看这啊，你看这这五组动，你看卖啊真正，看乌鱼进伊紧去倒棚，真正，谢谢，我等下加送两条无你。
你要在玩股票，不要说买不到这件事情了，会被人家笑。上次太无啦，卖是我坐啦吼，咱讲真正，即个真两元两啦，实在讲的啦，这乌一间哦，今年都我第一届卖啦，今年第一届卖啦，我跟你讲哦，这边啊，你讲600，还拢多少的啦？最后100了，这乌一间有足济人不要做，这等下哦，你等下哦，用差哦，啊，别个差九差三倍差头，啊，我啦吼，餐厅用钱的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乌一间，这我跟大家就说啦。嘿啦，可以话啊，当然莫抬，伊放来你甲看开，放来，那煞要甲你染染掉啦。注意听哦，我阁甲你讲一届哦，注意听哦，100块啦，来，只头一斤重啦，反正超贵啦，来100，来多过来，来接啊接啊，包一斤，外口你别算，别来多个真济啦，100。那彩色旅行袋呢？阁100，来多边啦，包一斤要接来啦。这包乌鱼羹搁一包无？这乌鱼羹免介绍，100，谢谢啦。啊，这乌鱼羹第二句，这包乌鱼羹来头前啊。最后一句啦，咱讲的算话啦，真着真着两啦。我跟你讲过啊，若无来才买着着啦，莫讲100啦，加100，跟你买你卖买无啦。菜市啊，一包200块，你卖买无啦？这包羹搁一包无？敢有人爱？敢有人爱？真正拢无啊吼，安尼啦。最后一个人客啦。一盘乌鱼羹，敢那羹了，这四尾鱼也无剩哦。总来一个人客，来100块，啥物？150一句，150第二句，百谢谢。石斑哦，这石斑，我跟你讲实在，我未卖落去啦。点菜，看了看一羹好。豆腐哦。蒜泥啊。钱都卖安尼啦，你爱讲我清楚，我袂啥安讲。啊，你第二道唔好咧啥？你比蒜泥搁较硬啦。无啦，但伊要蒜泥来啦，但蒜泥先好看啦。无啦，迄无啦。为咧啥？豆腐，要画豆腐。啊，种花呐。那我甲你问一下啦，你点菜点定啊？画了，赶紧来点菜。花呐组合啦。花呐组合，你等偌济啦？这批鱼啊吼，有当时啊3个月卖无一遍啦，剩偌济？我即马甲你介绍侪啦，有足侪人唔捌货啦，所以我甲你看一下，甲你讲啦，慢了你问来问去啦，拢倒出来。这只叫鸡仔鱼啦，这遐好食，野生的海鱼啦，这遐无饲啦，你甲煮球丝汤都用吹好食。那些黑鱼春天两下，是口味啊，会对。要偌济？今天价35。七彩鱼，我甲你讲着3个，免阁讲啊济，你换，互你懵懵看看，无去着着啊。我讲话算话，查甫囝讲啊一句话着着啊。你下下只买，啊这你甲懵懵，我借你懵无去着着啊。你安尼借人懵，安敢着？你无伫咧呢？无要紧，我慢慢还你啊。我那是我还你啊，无啥差别啦。七只叫鸡仔鱼啦。你叫人懵无？无一定哦，我遐烤汤的嘛，烤。哦，唔係，我講緊多啊，你都唔麻煩錢請，得。好啦，免講講緊多話，講無話啦。我跟你講過啊，歡喜甘快的態度。安尼咧。我唔知，我嚟講3个，你俾咁包，你聽無？我嚟三個咧，偌濟？3个，你看者咧偌重濟？開始咧，無你開300包咧足濟。你看未出？